这个到大陆上有一群大哥哥大姐姐愿意陪伴着。
很多，人来人往的街道，总有习惯不好的路人将垃圾乱丢。不行，很多垃圾都是可以资源回收的。资源回收是什么东东啊？那个是什么嘞？为了环保而努力。第三个呢是灰姑娘，她为了呢帮助清理家里，老板国小最厉害的厨师哦。那我们暂时休了肌肉。崇仁文教基金会对我们三光国小的照顾，今年是第六年。看到一批一批的这些生力军啊，每年的带给学生的活动，生动活泼，而且还有创意。哦，今年我也很感动，就是，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带小朋友到社区里面去参观，哦，到社区里面去调查，哦，走入我们的乡间。一开始我对这个营队还很陌生，不过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每个人都对我们很亲切，也很关心我们。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亲弟弟、亲妹妹一样，非常的温柔。我也开始期待每一堂课的到来。